有自称政府会人士的人对外放话说，你跟府院已经谈好了，说如果新北选得不错的话，你要来组合。我这一看就知道是假讯息，假讯息，假讯息。我承诺当选新北市长会，做好四年，啊，那侯友宜，他不愿意承诺，啊，那现在因为的台风淹水，啊，侯市长啊不在新北市，跑去新竹市，啊，那引发了这个批评，啊，我觉得不需要用假议题啦，啊，来为侯市长他要绕跑选总统啊。来转移焦点。